大家好，我是老朱。看看，今天我去捡手照屁股上夹一下，一问，是俺家老胖叫做事了，该你要做事了，你还不承认？哎呀，该两骨朵了，我今儿都用驴套药，想也喝好了，马上叫住，具体出来啥意思？我还不叫呢。哟，一坐可懒。哎，够不够？这马桶座做好了，现在就让他去安上，这以后老赵崔咋也做不坏。咦，这是这以后催咋都没事。你看好了，咱今天视频就到这，下期见，拜拜。